程序员西斯是狂热的积木迷。西斯日前展示了他的积木搭建成果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的作品中包括《时间简史》的作者、坐在轮椅上的史蒂芬·霍金的形象，以及一些娱乐界明星。这些积木造型大都有12英尺高，每个造型的塑造都花掉西斯大约30个小时的时间。